纽约街头有一个脚踏车达人，真的是神乎其技啊！他会各式各样的单车特技，更特别的是，他还会用单车来作画，玩 B-box。骑着单车在不同高度的木箱上跳跃，他就是纽约单车达人 Adam。 除了单车特技，他还有更特别的单车表演。把脚踏车车轮当成唱盘，用单车玩起 B-box， 这是 Adam 的另一项特技。更有趣的还有这个，把车轮沾满油漆，在画纸上边表演特技边作画。虽然 Adam 画得很抽象，但他创新的单车特技表演的确让他成为纽约街头的另类艺术家。